武汉肺炎疫情延烧，全台民众绷紧神经，做好防疫工作。日前传出86岁的资深艺人脱线，过年前因为感冒发烧引起肺炎住院。由于近日武汉肺炎疫情十一点敏感，让人担忧他的健康。脱线儿子接受访问表示，爸爸年前感冒住院发烧，状况时好时坏，目前慢慢已经恢复了。他也特别强调，并非武汉肺炎，预计今天就会出院。与脱线情同父女的艺人杨秀慧接受中时电子报专访，谈到他最新的病情，来看他稍早最新回应。秀姐好，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这脱线大哥他目前的这个病况是怎么样吗？脱线大哥他现在人很好，人很好，他只是在年前因为就是发烧感冒，然后到台北医学院去住院，然后就是发烧反反复复的，然后就是到了除夕的前一天也没有发烧了，然后人也好好的了，所以呢老人家就一直想说要回去过年，然后回到台东的时候可能也太开心了，也吃太多了，然后呢就是也就是可能玩得太累了，然后又开始发烧，才又送到台东的马偕医院，然后刚送去的时候是大概有昏睡了几天了，那前天已经很好了，可以下床走路了，而且也很活泼，可以开始讲话，也可以开始用餐了，这样子一切都还好。对，嗯，那他是之前是不是有这个摔倒的这个状况？对，因为他在年前就是他的人就很热情，因为有台北一些老朋友去台东看他，他就很开心。那因为在脱线牧场他有个卡拉 OK 室蛮大的，他就一边唱歌然后一边就跳着舞，跳跳跳就跌倒了，跌倒之后这个屁股这些骨头就破裂，然后他就有去开刀，开刀所以有一段时间他就是用辅助器走路，医生叫他要学走路，然后这在前天他醒来退烧之后，他甚至于可以不用辅助器就可以走路了，而且他走得还蛮稳的，现在一切都还很好很正常。所以他现在目前是恢复状况都很好，都很好都很好，现在也没有再发烧了。对对对对，那因为现在最近是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的疫情肆虐嘛，是那他儿子是不是接受访问的时候有表示说这个好像不是这个武汉这个肺炎？不是不是，他是感冒，他是感冒，不是武汉的肺炎哦，不是不是，他是因为感冒，因为在台东你知道吗？台东他的早晚气候差很多，哦、所以呢他觉得就是也没有不用多加衣服，他觉得他 OK， 就那天晚上就感冒就发烧了，就这样。对，所以现在那个秀姐有跟这个慧大哥通到电话吗？我是没有跟阿伯通电话，我都跟他儿子通电话，因为儿子一直在旁边照顾着爸爸嘛，那有时候你也不能太打扰病人、哦、啊，我有跟托先阿姆也有通电话啊，他 说一切都很好，没有事，就是等烧退了，因为现在用抗生素嘛，这个疗程用完大概明后天就可以出院了。对对对，所以请大家也不用对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他人很好，人很好。对，